国内已经有真侪农场所生产的产品通过产销履历验证，为着协助经营者提供实农体验品质，促进民众对产销履历的观念认知，农林署十三号特别举办推广记者会，除了邀请网红合作规划导赏团，串联分家地区产销履历农场，并推出林聪明三个系统，使用产销履历食材特制的聪明履历锅，创造话题，希望带动多元的食农体验品质，以及产销履历优质农产品的销售。行政院农粮署就决定媒体阁有知名的网红 YouTuber 办理打赏团，十三号在嘉义市正式来开行。不只是请来日本籍的旅游 YouTuber 分享家己伫咧台湾农场旅游的美好体验，农粮署更以产销履历作为核心，串联分家地区知名的农场，进一步含观光相关的产业来结盟，串联产业链上大的效益，借此协助经营者提供实农体验行程，好嘛，好民众会当对着产销履历更加了解。那目前产销履历，我们所做的这个品质的控管是全世界最严格，所以我们的农民他们付出的爱心跟他们所流的汗，希望我们消费者能够来支持、信赖跟理解，也希望全民把它当作是一个我们的全民运动，因为食农教育还有产销履历这样的一种食材的推广，是对我们的健康、对我们国力的提升是有很大的帮助，所以希望消费端我们必须要再加强来广宣，因为一般的消费者希望说低价，就是买比较便宜的东西，但是呢，各位，我们的健康跟生命是无价的，所以即使为了省一块钱、两块钱，但是来源不明或者是药物残留等等，如果有这些东西的话，其实是对于健康很大的威胁。那这样子，你即使剩下家财万贯，身体不健康，或者是导致其他的这个病痛，并不是一个很聪明的做法。在记者会当中，特别邀请到嘉义当地知名的餐饮业者林聪明三个系统，使用产销履历食材，特别来制作聪明履历锅，创造话题，希望透过品牌影响力，号召更加侪的餐饮业者做伙加入使用产销履历食材的行列。农粮署伫咧八一年推动着产销履历实农教育，推动甄别和推广，今年都超过100个产销履历农场报名参加遴选。预计伫咧五月中旬会公告近20个着种即有亮点的单位，计划嘛会结合着知名旅游业者、游乐园业者、饭店，阁有餐饮业者，串联产业链上大的效益，希望进一步来带动着多元食农体验行程，含产销履历优质农产品的销售。最新新闻，张定松、黄小山甲记者采访报道。旺 TV 行动客服全新登场喽！现在只要下载旺 TV 行动客服 APP， 并登入您的收视户资料，就可以马上查询电子账单、发票及直播频道等。行动账单客服服务让您带着走，一次满足所有需求。旺 TV 行动客服最聪明，请快去下载哦！旺 TV 数位电视。